佢沿途咧都好多呢啲咁嘅，整咗個 stand 喺度啦。咁你係應該都俾你係放杯嘢飲喺度啊，傾下偈啊，吹下海風咁樣嘅。咁啊，沿途都好多呢啲咁嘅 stand 喺度。但係好奇怪咧，佢就好似冇乜凳。有前面咧有啲薄喺度嘅，都有啊。咁但係佢頭先嗰啲位係咪未加凳咧？我懷疑佢未加凳咯。咁冇理由企喺度飲咁辛苦㗎。咁佢成個海濱咧都係叮噹系列嘅公仔啦。原來呢度叫維多利亞港啊 ，Victoria Harbour。好，而家咧就要做最黑人憎嘅嘢，就係我踩行人路啊 ！OK， 好彩今日唔係好多行人，咁就希望唔好嚇親大家啦嚇。咁我盡量會踩慢少少噶啦。咁啊，幫大家咧睇下行人路嗰段咧，嗰個路面個狀況係點樣嘅喎。踩行人路呢一段啊！其实同单车劲冇乜分别，都系好顺畅嘅。咁啊，都亦都系非常之合法地啊！咁啊，可以踩行人路嘅。但系呢度咧，好似系咪公园啊？吓，哦，呢度好似系。码头嚟噶，原来呢个位置，等下先，海滨叮当码头就系呢个位置。呢度咧就比较齐全啲啊，咁啊又系叮当系列嘅公仔啦，全部都系一啲打卡嘅一啲公仔哇、咁其實而家咧係多咗啲大朋友小朋友咧，咁就去啲連鎖運動鋪頭啦，咁啊整對烏拉鞋，因為平平地，咁啊可以體驗下踩烏拉嘅樂趣啦。咁啊，你唔好理嗰啲鞋 O 唔 OK 啦，咁但係叫做咧比較低門檻，可以咧俾你試下先啦。咁都係。都是好過冇嘅，我覺得起碼雖然佢哋嗰啲鞋就無論嗰個舒服程度或者係個碌個順暢程度啊，都有個距離，但起碼試咗先咯，平平地。好啦，咁喺打卡叮噹打卡位呢個位置出面啊，咁我哋過返嚟單車路呢度啊。短短地幾百米啊，好過冇。
都是那句，初玩初踩街的朋友，你这里踩一下先，那我觉得绝对够玩的了。不过都要留意一下，始终地下都是有些沙井盖的位置，同埋佢嗰个单车嗰个图案，即系呢个图案咧，咁啊嗰浸油都几厚，咁你如果初玩咧，可能会觉得有少少棘嘅，咁啊呢啲要注意一下。咁你做翻好少少前后脚啊，咁你过呢啲位嘅就好轻松啊。好，而家咧就翻去荃灣西站啊，咁啊去翻側邊海之戀商場啦嚇，咁就係啦，咁就如果咧佢開放翻全段咧，係都夠玩嘅。但係大家兜咗個圈啊，咁如果佢開翻曬海濱花園嗰段單車路咧，咁其實你一路踩到去麗城咧，呢段咧完全係中間大概兩 K 啦，咁啊初玩咧夠玩嘅，咁就不過佢而家開咗一半啦，另外一半咧應該亦都有排噶啦，佢如果佢要起埋嗰個欄杆，我相信咧絕對冇咁快，咁就可以踩一下先嘅，因為我都覺得嗰邊都麗城嗰段都靚嘅，同埋啲打卡位啦，咁就。当同女朋友啊过嚟玩下，简单踩下气啊，嚟食下嘢都 OK 嘅。咁你如果要玩长距离咧，就要来来回回啦。咁你就喺翻海荃湾公园嗰段，再一路踩去丽城，咁样不断来回都可以嘅。咁嗰段单车路都阔嘅，其实绝对系几阔，几好踩嘅。如果以单车路嚟讲啊。佢又又唔會話去咗隔離線啦，因為嗰段本身嗰段路自己嗰段咧就已經係夠曬闊噶啦，咁就俾大家多一個新嘅一個踩街嘅景點啊，等大家去參考一下。希望你中意段片啊，嗱記得 share 翻俾朋友睇，贊好翻啊，同埋嚟緊咧我都會介紹多啲踩街嘅啲路段啦，但係嗰啲可能係比較特別啲、冷門啲。如果太過正常嗰啲咧，我都未必會講噶啦，因為相信大家都識去噶啦。咁就多多支持一下呢個踩街嘅一啲路線介紹嘅影片啊！